喂，做咩？做咩影我啊？喂，我今日約咗個 CEO， 諗住搞啲創科嘢被撈啫，你唔好揭發我啊！叮咚！啊，你好啊 ，CEO 你好。唔係我啊，係我個女啊。好後生。西路嚟噶，嗨你好啊 ，Hillary 系你，系，啊你系佢妈妈 ，Joey。Carson 请坐，好好啊，诶坐啊，哇你咁细个做 CEO 啊，系啊，哇好嘢喎，印埋卡片添啊，哇厉害厉害。真係汗顏啊！誒，你做咩生意㗎 ？Mind and Mind 係俾全世界細路仔一齊 connect， 一齊學，同埋一齊學咗新語言咯。爺爺細路仔啊，即係我都學唔到㗎咯喎，應該。大人就入唔到嚟，因為可能會令到啲細路仔唔安全咯。哦，咁唔怪即係話 Facebook 係老人家用啦，原來大家好驚啲老人家走入去嘅。喂，我今日嚟咧主要咁嘅。我想煮早餐給你吃，你喜歡吃什麼？我很喜歡吃粥的。是嗎？啊，我喜歡吃粥的。是嗎？不如一起去做。好啊。你做 CEO 的生意是怎樣想出來的？我就三年前去了台灣，在夏天去學好我中文去。嗯。那裡的經驗就很好，令到回到香港的時候看到一個創業比賽，就想起了台灣的經驗，想找個辦法嚟帶俾全世界細路仔可以。你台灣個經驗係點樣㗎？係因為你冇選擇，淨係講到嗰個語言，就即刻學得好快。咁但係要落實嘅時候咧，係好難㗎嘛。嗰個最重要都係 networking， 即係話如果你講完個 pitch， 你要去揾人哋傾偈。嗯，我係為同啲人傾偈先至揾到我哋剛才起 app 嗰啲 developer。同埋而家嗰啲導師咯。哦，咁佢喺邊度揾資金？揾媽咪爸爸咯。Well， 但係你得13歲嘛，你去邊度吸收呢個經驗咧？我一來就，要諗兩秒先。會唔會剪片嘅又？會。唔使緊張啊，你講英文得㗎啦。哦。I guess the experience comes with, you know. 咁又唔好全部英文。啊，咁點啊？我覺得要我啲經驗係全部都要俾少時間，多啲睇啲唔同嘅書，就學到呢啲嘢翻嚟咯。行路先，行行先。俾油彈到好痛嘅，我試過泰國。彈到痛到我尖叫一聲！而家變咗月亮蛋，你睇下，都靚啊！但危險咗少少咯，所以我永遠都唔想做廚師咯。但你有冇諗過自己做創業嘅？我細個啲嗰時就諗唔到，但係我覺得成世做創業都唔係壞事嚟嘅咧。安全曬。好啦，跟住咧煲牛肉粥啊！媽咪過嚟啊！滾咗之後就咁擺落去得啦。嗯，其實你個 app 係點樣用嘅咧？係唔同啲 group 一齊傾偈，咁樣啲細路仔可以揀佢自己有興趣嘅 topic， 同埋咩語言，可以錄音啊，可以畫畫，同埋可以 post 啲相出嚟。咁你要扮演一個咩角色喺呢個 group 裏邊？我哋就咁參與同人哋傾偈啊，學啲唔實。不同的東西，還有教他們英文。除了教語文都其他的，花蓮不是有地震的，一地震完立刻有人問台灣男仔，喂你怎樣啊，這些小朋友其實是在做朋友，其實你這個是迷你聯合國來的。我們現在 App 上面有超過50個國家的小孩在上面。喂你現在13歲而已，為什麼那麼心急那麼快創業呢？我們什麼小孩都有不同的興趣，如果是玩 LEGO 或者畫畫，我哋個個都可以而家做。我就想做創業。如果而家做同5年後都差唔多啫，點解
要為了有大人的身份才做得到創業呢？點解我哋今日食嘅早餐咧咁特別嘅？我對 Mario Mario's 嘅 philosophy 就係 unite the world through kids。呢次 unite the world through food，有咗西式嘅橙汁、全世界嘅蛋，同埋中式嘅粥咯。即係爹哋媽咪要投資啦，係你要做老闆啦。有冇諗過賺翻啲錢咧俾父母咧？我就好想賺翻啲錢翻嚟。但是那個不是個 top priority， 個 priority 就是 achieve 到我哋個 vision， 同埋我哋下一個階段都是找其他投資者嚟起我哋真係嗰啲 real version 咯。咁啊，思和，你覺得咧點樣先可以令到越嚟越多人知道呢個 app？Facebook ads 可以 target 啲家長，我哋亦都可以試下用 partnerships 嚟識其他國家啲人，係真係無限方法嚟到咯。究竟我是不是跟一個小女傾緊偈？我都要適應一下先得。好好食啲粥，好食食得碗啊！咁你有冇憧憬過你個女咧？突然間會好似啊，即係啊，煮一百格啊，即係突然間爆咗出嚟啊！對於我嚟講，就係佢十歲嗰時參加個比賽，只不過一個 project 咁嘅事。跟住慢慢又有人教佢，又好喎，係呢個機會，咁佢學多啲嘢啦，咁逐步逐步咁行，行到而家都係覺得，其實做生意做 start up， 大家都知道90%+會失敗嘅，99%失敗，所以我冇乜特別憧憬，只不過希望佢逐步學，逐步行。嗯，祝如你以前咧都係誒話係怪獸家長嚟噶嘛，點解突然間可以咁樣放手嘅咧？做家長，大家一開始都係冇經驗嘅，你會驚追唔翻啲時間啊，做漏咗啲乜嘢啊，即係累咗啲小朋友啊，咩都去見啊，瘋狂咁去報學嘢啊，咩都帶佢哋，冇 feel 滿曬嘅，唔會有時間整嘅。咁但係喺呢個混亂嘅期間，你搞一大輪就發現，咦，其實都唔需要咁樣，冇咩效果，對於佢哋嚟講冇好處，冇乜用啊。咁即係你慢慢就會即係喺呢啲中間學識咗啲咩係真係啱佢嘅。而去做咯。不過其實去到邊一個位咧，你覺得可以唔使去翻學啊，喺屋企學習。當時喺學校有欺凌嗰個情況，咁佢嘅影響都非常之嚴重。細佬冇啊，點解細佬而家都喺屋企咧？就係其實佢兩個都係學習上係比較快。佢哋成日都會話悶啊，學校即係個進度唔夠。咁既然都帶咗佢出嚟咯，亦都感覺幾好啊。咁我連細佬都帶埋出去咯。譬如在他成長階段裏面咧，唔習慣群體生活啊，即係做嘢咧，會唔會即係同啲同事啊或者共事嘅人夾啊咁樣？啲人都係講呢個問題嘅。其實諗深一層，學校嘅環境其實都係唔同現實社會唔同嘅，都係假嘅。你點解要淨係對自己嗰個年紀嘅同學嘅咧？但反而佢而家出去見係真正個現實社會發生嘅事，真正嘅人，佢要同唔同人開會。佢當佢認真嘅時候，人哋都唔當佢細路，即反而佢係知道而家係點樣咯。而當然啦，其他佢嘅朋友啊、小朋友嗰啲接觸都有啦。呢個係即要額外安排咯，只不過。咁你下一個目標咧會係點樣？唯一個目標就係令到 Mario Mario 可以 connect 到成世界，做咗先至再諗下一個目標。即係唔使咁心急，唔使咁心急，我仲有咁多時間。係，我真係驚你行得太快，個世界已經冇嘢俾你玩咁啊！咪加火。呢個世界最得意嘅位就係永遠都有嘢做嘅。我幫你諗到做乜嘢啦？係咩？嗱，你攞咗呢個經驗之後咧，你爹哋媽咪中意有人退休噶嘛？揾佢哋幫手做一個咧退休人士 app。在裏面咧，識下朋友啊，學下外語啊，啊學埋啲鄉下話啊，帶你去玩啊咁樣，一樣噶嘛。咦，細佬你好，一齊。